就别进了吧，现在就这样。逮得住他吗？感觉逮不住啊。他能去一下，我就不去了。将来的事，是好是坏没法预料。刚刷完。哎呀，这他妈这辅助走位好骚啊！他所以他上局又怎么被打爆了呢？感觉他走位挺骚的。走位分伤，好像也没有了，有点好受了的。没闪的，兄弟们，今天准一点杀了。这也可以不推，推了也行吧。死哥多吃点呗，就吃了。Nice， 中单也单杀，下路又抓死。哎呀，太帅了，兄弟们，太棒了。打得好啊！这下这么痛啊！没事，乌迪亚，但他没有强化的 W 算是，但也很厚啊，这个盾看着。先 Q 一下，这种线其实不该打呀，这种线正常补刀就行了，打架要等平线，或者我们是大线，打得好亏。幸好我没有一脸，很难发挥的，兵线太多了。泰克去了，巴德去了，这波应该是个激情的四打四，好像没有，上单好像倒下了。OK， 四打四变三打四。
从那里倒下的。挖大蛋。只要你有本事，就不需要什么运气。被单杀真太伤了呀。知道自己在找什么，但我总能找到。惊吓吧，感觉整个世界都发疯了。能找一下位置吗？应该已经回掉了。升六升的比较慢啊，坏了，中路又被打下了。哎，我跳早了。对了对了对了，是我跳早了。他伤害那下 Q， 他的死哥那下 Q 没打到好像。哎，这个被他换了，可惜。装杯王，哎，对面除了上单都脆皮啊，这把死哥全是舞台。OK， 如果能把火龙魂再拿，坏了，不会又死了吧？哎，好走位。单杀，直接拿下。完了，岩雀打得死吗？我可以岩雀能打死。那个肯定打，格桑提肯定是打不死。他没闪的。还是哎，这个线来了有点难受的，或者我再慢一点，我再等一下，感觉会好一点。但这样也是他亏一点，他线他没法实现，我应该领先他一整级经验的。我会在探险手记里把这一点小小的不幸删掉。又被拿下了。上单哥的奎桑吉肥的话有点难玩啊。我总能抄近道。
希望死哥能打赢啊，死哥要打不赢的话不伤敌无敌的。这又死了，这什么情况呢？哥们的上单怎么长这样？哥们的上单。我感觉死得很莫名其妙啊。你说要是被抓死的或者怎么死的我都能接受啊，这个感觉都不是正常死的吧，不跑到他人家二塔去玩然后死掉了。两件套路，这又在干嘛呢？啊，不是哥们，我队友长这样吗？啊！也被单杀了，兄弟，这不对吧？这什么意思呢？哥们，你单杀他一次，他回来单杀你四次吗？有点难受啊。啊 ，Q 空了。OK， 好抓，盘米抓的好。死了。
这人头还是上单了吗？感觉这个人头死哥的会好点。雪茄都闪，而且岩雀都是闪闪台舞。哎呀，我没看我自己，不好意思。你们闪现没看出来。伤害全是玩具。哎呀，这个盾，这就是鬼上体啊。
你说的对，但这就是奎桑提，你看这就是奎桑提。这就是奎桑提，4700血，300魔抗啊，300护甲，200魔抗，有位移，有穿墙，有不可阻挡，有哎忘记了，懒得说了，累了，后面的不想说了。哎，这是这奎桑提往前一顶就很烦。你知道吗？这奎桑提往前一顶就很烦很烦。好帅呀、啊！两边，泰克也在帅，蛇女也在帅，真是有点肿了。那我出吧。
妈真是傻逼，好傻逼的英雄。真的是好傻好傻逼的英雄，我操！Crazy， 打团这么吃力啊，打团打得好累啊。那杀了呗。我操，一千差点把男刀给弄了吧。没死啊，你妈一接剑挺尬的。只要你有本事，就不需要什么运气。我还要打多久啊？龙两边是两条龙。啥他妈还要打好久啊？要换水银血吗？630，那就开起来。
知道你有闪的情况下就没那么好开了。来你打五个人，今天打五个人回张体验。哇真难啊，是啊，那我玩的真